先从 A2 开始唱，好。罗恒源完全没有音乐底子，就凭着一股热情不断自学，身兼作词作曲和制作人。这些东西都是发心的，那就完全不是以其他的目的，就完全是为了关怀地球。仰头向天说忏悔，低头向地道感恩。最原始的就是写这一张，疫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，所以就用无声无息。灵感一出现，随手抓一张纸，快速笔记。有五句是疑问句，这样写了之后，代表人类面对了这个疫情，你不晓得它哪里来，然后呢，那么多的人在受苦，到时什么时候才能消除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慈济志工罗恒源讲起自创的推素歌，有源源不绝的想法。最后答案在这里，消弭灾疫，非素不可。民方妙药就在念心。师兄师姐，他也许他不会讲，但是他可以拿歌给朋友看，好、哦、给亲友看，或者给他听。然后歌后面呢，就带出那些影像画面，就会让他感动。发生这么大的疫情，大家还再不能觉醒，那。以后就更不必说了。无人地球，母亲伤痕累累。这个事情是使命必达，我们绝对不要让上面回头看一看说，这个都没有勇于承担的弟子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大新闻谢云山简元吉台北报道。